大家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安龙纪元异端审判What do you want? I'm with the Inquisition. Been out here a while, but I'll assume that's important. Doesn't explain why you follow. 竟然不知道审问会。You came all the way out here to salvage old mining equipment. Mostly, I wanted to go into this one cave. Used to store stuff there. Damn thing wasn't overrun by spiders then. I put my wedding ring there. Couldn't stand the sight of the thing. But I couldn't throw it away either. Oh, it was a stupid argument. Part of me knew I'd still want that ring.I'll leave you be. Right. See you there. 就这样。那我就知道这边有戒指可以回收。继续探路。裂口，大家小心上啊！哇，被冲了！啊，新手第一个就是这样。解除掉裂口，重打，还是会被冲啊！怪的招式，但是我比较不会射，不知道怎么射。目前都没有算太难打、啊。来来回回，我是在折返跑吗？但你的地形实在是太复杂了，要很努力记才知道到底哪里走过，哪里还没走过。
好像绕到刚刚上面看到那个骷髅头这边来了。那怎么去啊？下面的话是我刚刚来的地方，还好。洞进去过了，代表我之前有来过这附近，只是我不知道往哪边走去，就没有走到这边来。钥匙通去哪？有一种阴森的感觉，而且这下坡好远哦，下这么远吗？那可以打破。前面好像又到那个瀑布了，对，这瀑布目前就是一个集合的地方吧。We can cut through here.快点去打了！哎，蜘蛛从哪冒出来的？真的，先出来，看到这条瀑布很漂亮。把我们盖折返了，我们的集合点就是这个瀑布这边。再往前走下去，真的要找不到路了。
又来到这里了，我觉得这里好像，对，这里是我上来的路。然后再一次遇见你，我再跟他说一次话看看好了。I'll leave you be. 好吧，能说的话还是一样的。这条我走过没啊？好像有，我就要从这边上去的吧。两个碎片可以捡。这里也有路，看一下是不是可以到对面的碎片。好像不能干嘛，哪里都去不了的地方。好，这边可以跳下去。好吧，跳跳看。这也是可以跳下去的路。先爬上去好了。从上面的景应该会不错。Near another artifact. 这边居然有一个类似有住过人的地方，而且那个看起来好像气死了，应该不能吃了吧？怎么没有被其他动物吃掉嘞？刚刚说遗物应该这个。The wards are working. It should be harder for tears to form here.哦，还有这样子的下桥。哇哇！我这样走下来，我不是没有办法去桥另外一边了吗？那算了，那我就滑下来。这里好像往下是之前打很多只那个土狼的地方。刚好可以捡一个碎片。又遇到了。我接下来应该是要探另外一个半边的地图吧，因为右半边我基本上都看过了。
我干嘛一个人下去打？ 这么远我也垫不到啊，我帮瓦里克好了，特别是拖快，我该谢谢他们。 It is a comfort to have you present on our journey, Seeker. You so rarely call me by my name, Solas. Why is that? Manners, perhaps. Manners have not held you back on other occasions. I say what I believe to be true, even if it gives offense to those who prefer the lie. But there is no lie in what you are. Your position is an honorable one, and well earned. 所以他是因为觉得卡戴德拉的职位很受尊重。 所以都用职位称呼他的意思吗？那我们感觉感情就不是很好啊，大家一个小队呢，快感情变好吧。我那时候打完这个裂口，好像就往前走嘛，左边这边还没走过。 梯子上去不知道是哪里，应该是没有路了，让我过一下。 往这边，等一下穿过去再右转的话，又会回到瀑布。有一个黑漆漆的山洞。
应该是没有东西了，啊，我们来这个山洞看看好了。哈，好黑哦，又是一个超黑的洞。 这种黑黑的地方，那个探测意外的很好用。螺旋矿山，上周螺旋矿山发生的事故，真的是件很不幸的事，万迪德的老婆送上吊死和该支付的金额，矿山监督官名字无法辨识，贴出来的公开声明，所以迪德是遭到意外，那原本就可以推测得到。 哎，这个是什么？被叫者的讯息，印记粗糙单纯，但可以理解意思。魔法师很厉害，一个印记写那么大一篇。他说什么都不会，我就这样被送出来了，不做显眼的事，跟他人一样工作好了。法环应该也不会追到这里来。 虽然后悔最开始的选择，但在这里大家都感受到眼前的绝望，我也能够混进去。这段话不是魔法师应该不懂吧？如果和我一样来到这里，你并不孤独。如果在这番契约结束前，你希望有同伴来找我。 是一个骷髅。
那边是我刚刚去过的地方哎。在瀑布那边，来。那里要怎么过去啊？对面，那我刚刚架桥的那一个土丘，我还没有走到，我就掉下去了。还有一个跑去哪？哦，在那么远啊，遥远的山顶上。这附近有个地标，磨损的柱子，一张柱子的图画，后面接着想象支柱作为盛大古迹的一部分的图，和这个主题的附加笔记。构造物的残骸很明显是第二次瘟疫前的东西，甚至更久。我的古代大帝国建筑相关知识不够，虽然可以看出类似性，但没有办法清楚知道原本是什么。有一个矿工认为这是来自精灵，这当然是根据他对柱子蛮像精灵的评价的意见。柱子跟德伊鲁斯看到的遗迹不一样，当然这个比那土地上全部的东西都还要古老。引用代表安维斯矿业公司的业余历史家亨利的日志。比精灵还要古老哦！我以为德伊鲁斯的遗迹是非常古老的东西。他说了，精灵图案是不是？有可能在那个柱子最上面那一层平平的，因为我的角度看不太到。反正是说这个黑黑的东西，好像不止看到一遍了。如果从这边下去的话，应该就是可以回到第一个营地那边。从上方看的话，其实就比较清楚。那接下来我要先去哪边嘞？从这下去好了。不过时间差不多，那我们这集就先到这，谢谢大家的收看，拜拜。